每个人因为星座不同，或多或少都会给人留下不一样的印象。胡兰打底，用白颜色画出星河，勾线笔画高光，暗处呢加一点钛金蓝色，这样层次感会更明显一些，下方完全一致，高光加白色。画出半圆，用牙刷点一些星星，非常的简单。天蝎座，方向一致的白颜色的流星，再点一些点，记得爱心，谢谢。